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rrison Academy 的 Chef Daniel，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 Burnt Cheesecake。好，首先我们把牛油、肉油倒入饼干碎里，搅拌均匀。好，搅拌均匀后呢，我们倒入模具中铺平。好，接下来的步骤呢，我们采用有水和吉利丁。首先我们把水倒入吉利丁，搅拌均匀。好，准备好了呢，我们就放入冰箱备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步骤，我们做 cheese mixture。好，我们的材料有牛奶、牛油、蛋黄、低筋面粉、细砂糖，还有 cream cheese。首先我们把牛奶倒进锅子里，还有牛油煮融，那个牛油就可以了。牛油煮融了过后呢，我们就下蛋黄，我再下糖，我再下粉。我用中小火稍微煮到融。倒入 cream cheese， okay， 然后稍微 blend 顺滑， okay， blend 的这样顺滑就可以了。好， blend 好后呢，我们就把刚才的吉利丁融融倒进去， blend 的顺滑就可以了。好，进入我们第三个步骤，我们的材料有蛋黄还有细砂糖。首先我们把蛋黄倒入 mixer， 然后呢，我们分次下糖。然后把它放在一起，好，然后我们稍微撒一点糖粉在它模具的旁边，把它烘烤出来的颜色比较美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 cheese mixture 倒入模具里。好，倒入模具完后呢，我们就包保鲜膜，以防它结皮。包好后呢，我们放进 freezer 隔夜烘烤后呢，我们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爽。好，我们以200预热炉火烘烤的时候呢，我们以白酒烘烤，时间是20分钟。好，烘烤后呢，我们就放在室温，让它有点温热，过后呢，我们就放去 freezer 隔夜再烘膜就可以了。好，煮过了冷却后呢，把火枪稍微烧旁边，比较轻松脱模。是这样，我们的 Burnt Cheesecake